有十个男生，没有啦，哇 baby 耶，哇 baby 耶，老爸啊，是，就是完整啦，哇，你哪有噶，我送给你一句话，你安尼你安尼腰啊，没有啊，那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啊，你喝醉酒，找不到，喂。欸，你知道吗？这很要注意，因为我们歌台是没有保险，它掉下去，我们等一下每个人都要破费。就是那天因为没有保险，对，对不对？欸，你们两个很过分，很开心。你们两个在套什么路？你告诉我。因为为什么我现在站这边？是黄振龙的粉丝最多是十多个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来这边节目上的粉丝哦。好，来。我觉得我为什么我要靠这边？为什么？在线看的人2600多个人，里面有1000人是他的粉丝。台湾的粉丝团，你不要站在这边，真的，对，对不起，我站错位置了，对，你这个人啊，你气死，不是，我真的要站这边，你真的是墙头草哎，对啊，哎呦，哪里有风你就哪里靠哎，一定的，你没有看到这个叮叮咚吗？对，都是台湾人，所以现在我们相依为命啊，是，哇，爸爸嘞，老公，救上来，等一下，怎么样？你怎么打得这么顺手？你这样很有家暴的倾向，有啊。真的，你他个巴你就敢摔个三个，你没有看到他这样摔我啊？真的，我差点滚三圈呢。对，来，你们两个今天要，对，你们两个不是，我送他四个字，是一家团聚。雷哥，我跟你讲，我送五个字，家和万事兴。好，那接下来我送他们两个，送他们两个呢，就在呢，今天就当做洞房花烛夜。祝福你们两个天作之合，相亲相爱，永远甜蜜甜甜甜啊！加来，走一半了呀，真的，我要抱着他。不要乱讲，真的嘞。我跟你讲，你现在是偶像派，偶像啊，对，不是，你要记得，你不能随便就让一个女生把你套住。你这样子以后唱片就只一个人买，你的电影就只一个人看。你要学习谁呢？学习就是大爱的精神，是每一个人都想对你怎么样，但却不能对你怎么样。哦。艺人的最高境界，今天我们学到了。因为我觉得还好，因为王雷大哥也是有一个老婆嘛，对，他也是被他老婆套住，是，但是他外面还有很多。没有，我这个人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什么？巴沙马拉嘛，所以我没有来。没有，不飞。好了，开开玩笑啦，老贝不是一啦，当然不是我啦。来，我们访问的今天我们的赖慧茹啦，是赖慧茹。这次再度莅临新加坡有什么感受啊？哦，非常感动哎，而且我们在台下看歌台的安迪安哥啊，一样都没有变啊。真的，有的没有变，没有变是骗人，全部变胖了。喂，没有变，没有，不是，他讲的很实际，那个红包都没变，对不对？对，是。那怎么有什么感想？觉得蛮感动的，因为我从小嘛，那时候14岁的时候，那时候还在唱歌台，看我那个囡仔屁底下游来游去哦，现在已经长大了。对呀，而且你有发现，台上的人都没有什么变，都没有什么变到，还是一样那群人。没有，有啦，他变红了。赖慧茹有变到。